他说：“孔师兄啊，你没有擦干净啊，在门板里啊，他说背后还很脏，有灰尘啊，这样使唤来使唤去，帮他洗厕所。他还说你怎么搞的？那弄得还有味道，过程是这样的，很折腾人哦。”个案陪了两年之久，有孔居士、曹居士，还有我们的委员，这一个组成的小组，用耐心、用爱心啊，慈济人呐、啊、修的呢是忍辱行，不失持戒，不管他的态度怎么样。他都是可以坚持的那一分的菩萨行，他们会想到了这是念心啊，不要起心动念，既要帮助他呢，所以呢要持这一念心，爱的能量去做付出，实在是很不简单呐、啊。